什么你？你看看你看看，那么大一道，你说怎么办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赔钱？那要多少啊？起码5000块。5000？我没那么多。没那么多？你那么多是吧？那我就……哎哎哎哎，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 别动不动打人嘛！他把我车给刮了，还没钱赔，我教训一下他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是谁呀？不是，兄弟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？走，让我去尊重这个穷酸农民工。兄弟，你这车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买我车？就你这鸟样买我车，你连车轮都买不起。 强啊，我在北京路出了点事儿，你过来处理一下。啊，稍等一会儿。啊。刘总，刘总，刘总，阿强，给我拿点钱。 这里有50万，20万我买了你的车，30万是给你的医药费，因为，你不光不尊重我，你还不尊重农民工。